我错了，没拿个老三号工作证，家属今天下午突然感染进ICU了，这不是到饭点了吗？我妹的，我爸还病危着。你们还带着吃饭是不是？别激动，有好好说。行，你要我爸打那个死鬼的营养液，说打了就没事了，上午打了，下午都没事了。爸，你们就这样忍耐吧。有话好说啊，行不行？走，走，走，注意一下情绪。我知道你们那家人着急。 但是你说我们几个实习生也没有用啊，医院的事儿他有医生负责。别说这个，走，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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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院外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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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手都被弄伤了，我让你们赔钱道歉，要不然我就上医院会告你们去。，看门三成家属。 也是我不对，我确实推给他们，我给他们道歉。这几位家属，手术之前医生肯定跟你们谈过话，也告知你们病情了。你们在手术通知单上是签过字的。如果对手术过程存疑，请确医学会鉴定。不要在事情没明确之前对几个孩子动手。你们这些医生啊，黑的白的全是你们一张嘴，别跟他废话。 就是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再无理取闹。别动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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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
刘姐，怎么回事？疼不疼啊？我没什么，我搭的手。疼吗？哎，你是家属啊？你好，我是律师。你是律师？我要请你，我要告他们，告他们医院，还有他打人。吼什么？嗓门大九里了，上了法庭你也这么喊试试？我现在看到医生比你们惨，难道你们就没动手？本来就是他们不对。还有，我不接受你们的委托，你们可以去律师协会投诉我，我叫从容。你怎么那么嚣张啊？哎，干什么？这哪儿啊？这是派出所。佟律师，来，这事儿呢，顶多就是聚众斗殴。待会儿你去办个手续，把罚款交了。这人呢，你就领走吧。行。